欢迎收看《天天好料理》，健康吃百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国啊，我是美食达人艾莉小姐。哎，哈哈，阿国仔，艾莉你好，看到你我就真正笑眯眯。哦，要去吃好料的啊！我昨天哦在困哦，也在想着讲我今天要录去《天天好料理》，我就想讲，哎，这阿国仔哦，我们在传什么好吃的料理？到底是海产，也是讲？嘿，迄个陆地上诶，咧走诶，低啦，低啦，对啊，是叫咩？啊，是到底是？啊，好热的哦，热的嘿，海产哦，对，咧煮啥物海产啊？海，即个虾啊，甲王来。啊，虾啊，甲王来有啥物奇怪？虾啊，甲王来，它无啥物奇怪。虾啊，凤梨虾球啊。哈，我那是传说中诶凤梨虾球，是我上爱呢。安尼哦，对啊，王来搭配虾球啊。啊，虾球搭配王来啊，哎，安尼较着油腻啊，赞呐！水啦，来，来个介绍一下，来，好，实在有啥？淡薄小酒，淡薄小酒。哦，安尼苏打粉，有个人用米粉，有个人用太白粉啦，吼，个人的手法不共款。不一样。咱妈妈，你做啥物粉就做啥物粉啦。对啊。啊，通常啊，就是沙拉酱，哦，就沙拉酱爱有吼，爱有。哎，啊，即款来虾啊，哎，我有处理，哎，我有处理一罐米。一挂虾起来啊，我搁先处理下。咱只妈妈讲看，就是。即卖就是要示范。即咱钓虾啊，备好了后吼，咱来为这个所在个练两个啊。即个筋断筋。啊，断筋。嘿，阿姐，即个甲勒落吼，伊就一条纱纱筋甲抽起来吼，诶，即纱筋抽起来，好，诶，啊，就是吼，哎，即两尾啊，我个吼，啊示范一下，无阿母啊讲啊，即是安怎钓吼，安怎钓拢唔知影吼，为这个钓落去吼，安就对啊。诶，即个筋啦。这个所在的筋，筋那个断筋，哎对，啊啊，不要背部个画一下。啊，怎样来哈？咱这虾啊，得个倒过来吃。啊？你个吃要创个？你敢知？唔知呢。来烧酒。烧酒要来啊？对，嘿对。好快哦。对，烧酒吼，腌制一下。腌制。对，嘿，啊来，啊个这个一点点盐，盐。盐。嘿，啊胡椒粉，嘿。盐。来一点点盐哈，一点点盐。一点点。好来，啊胡椒粉。叫去腥啦，去腥，诶，去腥味哈，去腥的简单。来，安尼我难得那个腌制，嗯，安尼吼，要放半点钟哦。哈，腌制该放半点钟。放半点钟，放伫冰箱放。好。好，放伫冰箱放。好啊。诶，啊，咱再来，即马甲浸好水了吼，咱再来浸。好。入去冰箱内底，等下再甲摕出来。等下再出来。诶，对，好，安尼好，摕出来啊。摕出来啊。系啊。安尼好吧。好。OK。OK。咱会使来动作啊，哈。好。来，即马来咱的这。诶，粉粉啊，吼，开始。即要浸这个物件，即是酥炸粉啦。酥炸粉。啊，咱粉有诶用太白粉啦，太白粉。啊，有用米粉搅卵啦。米粉搅卵。嘿，即一两层做法无同，只要你做起来好食就好啊。啊，对对。爱食就好啊，爱酥诶，切好食就好。嘿啦，只要是虾球。太火。太火。嘿，啊，即咱起来吼，咱诶往来已经拢摆好啊。好啊。咱就全拢已经拢穿好啊，咱就准备要来甲浸啊，吼。来啊，即马来咱这吼。诶，伫冰箱摕出来半点钟嘛，系啊，来，来个温吼，诶，个温了焦温就对了哈，温了焦，温了较焦。我拢伫外口吼，敢知影要食啦，啊，但是唔知影凤梨虾球是安怎食。唔知吼，哟，系啊，来，安尼你食一摆你就知啊吼。啊，有个人是无老尾啦，啊，咱这有老尾啊。那有老尾。你敢知影啥物要老尾？老尾看咧较大只啦。哦，你是讲较大只，综合就好啊。有个人用酥炸粉，有个人用米粉，有个人用番薯粉，胶囊的，对啊，有胶囊的，啊，就随在你用的，对，你甲虾啊煎的水同重要好食，这是重要啦。嘿啦，啊，着煎的酥也好食，你这粉吼，你啊沾着都拢会掉哦。拢爱掉。嘿，拢会沾，拢卖讲会无掉安尼吼，啊，煎起来迄个酥度就较袂酥啊。它都安尼浸好吼，啊，就无咧腥味啊，虾啊起来哦，啊，佮有迄个咸汫。两个有一点点迄个咸汫吼，起来就好食。这安尼你个看，起来就等下就做理想的。来，咱油温也好，咱就准备要来甲煎。有啊。你白白咧跳。有啊有啊。咱即摆佮要赶过节啊。哎对。哦。因为这落着油温150度落着等140度啊，嘿啊，对对。你啊看。伊一粒一只落油温就一直降啊，啊所以拢也赶。嗯。啊，已经甲下下下下。嗯对。水水水。水。哇！要真紧哦，真紧，三十秒就好哦，三十秒就好哦，三十秒哦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真的三十秒。哦，我准备好啊。哎，你算到几啊？
我现在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。跟你讲三十秒就好啊。哦。真的呢。好来，准备上菜了。上菜啦。来。好来，试吃时间到了，哎、yeah, 欸 oh, 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水水水水，马内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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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讲话真大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干嘛就起来呢？哎哎哎哎哎哎 ，OK， 好，赞啦，水，起价起价，我这一定要一碗，哦，我这嘛是足可爱，你看，足可爱，可爱耶。台湾人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这个人慢慢呢，阿哥三哥教我小看呢，设计一个啊，迄个美乃滋。是啦，来，我要一嘴。这可能一嘴无多，一只一嘴无多。应该讲先加一小嘴，对，一小嘴往来，好不？一块往来，嘿，对。没啦。哎，阿姨，伊迄只往来加这个，咱的吼虾啊，伊的配合，哎，好朋友啊，往来加虾啊，好朋友啊，嘿，好朋友。烧吼，嗯，烧加香。这往来吼，这往来就安尼安尼，甜甜酸酸的安尼吼，它口味不错。嗯，哎，安尼较袂油腻啦，因为咱虾是甜的啊，啊配一个往来啊，对哦，啊拄好啊。哦，该食只滴耶。哈哈哈！看他恋爱的滋味，秋春甘甜哦。好棒哦！这你也伫餐厅吼，咱就用柳丁皮啦，还是用柠檬皮吼。诶，啊，你用迄个咱的这个咧抹姜的吼，啊，甲抹蛋顶头，把它磨一磨。它这样有什么作用？啊，就水，啊，佮带着迄个柠檬皮有迄个柠檬皮气味啊，啊，柳丁皮有柳丁皮气味啊。酸酸的啊，酸酸的啊。对对对对，吼，它抹伫顶头吼。哎，咱拍片安尼就会使，因为咱这毋是大饭店。对啊对啊。哦，咱阿母啊安尼吼，知影讲安怎做。厉害！来，虽然不是山珍海味，但是咱一定要吃出健康的好滋味。是啊，感谢咱阿哥师今仔为咱推荐介绍这道七星的料理——凤梨虾球。天天好料理，下回见了，拜拜。